喽。调了一下光，所以晚了一点儿。看美甲，这样，晚上好，没有做新美甲啊，这就是之前做的那个，因为我指甲很薄，所以就习惯会。杀青就会做一下，但其实做指甲会让指甲变薄了，所以还是不要做比较好。晚上好，BGM 好熟悉，真的吗？我随便放的，叫 Fish in the Pool。真的吗？这个 BGM 很好听吗？我也收藏一下。芝士球有多好吃？其实还没拆开。对，期末考结束啦！晚上好，晚上好。那个可爱的红茶喝完了吗？没有买，最后我拍了一张我就走了，因为有点贵，要13块钱，不舍得买，万一不好吃呢？这就会翻牌吗？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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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今天晚上就翻一下吧。看微博，感觉你瘦了，真的吗？哎，其实偷偷告诉你们，其实还有几张我没有发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后来咱就是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浅摘了一下口罩，然后后来想一下不太好。对，然后我也在这儿做出反思。Sorry，BGM 叫什么？BGM 叫 Fish in the Pool， 鱼在水池里。放假了吗？应该算是放假。对，谢谢山药蛋送的皇冠。谢谢山药蛋，今天就出去拍照片呗，就是去买东西，然后咱因为期末考考完了，所以浅化了个妆啊，浅拍了点照，对，没错。宝贝，我在外面听不见声音，没关系，没关系，哈哈。恭喜放假，谢谢，终于放假了。哦，对，我要来跟你们一起吃这个拇指西瓜，我还没有吃呢。你看，真的好小。我感觉这个肯定会好吃。你们说什么？其实室外没人的地方浅摘一下不要紧的。其实是室内。Sorry， 但我及时意识到了错误。Candy 不是，这是拇指西瓜，这是一个水果，皮会很厚吧？真的会有肉吗？我也不知道，浅尝一个。之前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有一股黄瓜的味道，我也来浅试一下，直接吃吗？我洗过了。我洗过了，
瓜吃瓜 ，what？ 叫拇指西瓜，这是小瓜，我们这种花可以吃的。大瓜我们吃不了，那小瓜我们先吃一下。来，我说不应该一口闷呢，谢谢袁丽云你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我控制不住我的鼻子，什么味道？确实是黄瓜味。下周剧场开来，我七月份就回到剧场啦，大家可以来看我，欢迎大家。我也很想你们呢，很想你们，很想你们，欢迎你们可以来看我。这个瓜皮真的比肉多，但这个瓜皮其实不难吃，有大的有小的，这个就长得比较大，我怕那个汁会被飙出来，我有点紧张。没有，就是它里面是这样的，看得见吗？为什么不对焦呢？是因为我在屏幕前，那你不对焦吗？这样对焦吗？是这样的。然后确实有一股黄瓜味，但是酸的黄瓜哎，真的蛮酸的，但不难吃。还可以，我挺喜欢的，感觉可以用蜂蜜泡，应该也可以吧。好了，这划掉了，不会去买。为什么？可以尝一下。你说来人世间这一遭，有这么多东西没吃过，多遗憾。谢谢开心小羊送的蹦迪，谢谢。妮妮三人 unit 选的怎么样？还没有定，但是，我已经有两位队友了，可以跟我一起选。不告诉你，人都很坏。谢谢郭氏暴躁大姐头送的荧光海，谢谢。拇指西瓜不甜吗？不甜，是酸的耶，就像酸的黄瓜。最近上公演吗？上。没熟吗？这个应该熟了吧，就是皮很厚。我吃的那个好甜，真的吗？这个有甜的吗？啥时候上公演？七月份。现在是七月份吗？我买到生的了，真的？这是生的吗？反正七月份我都在了。我正好来米米拍反图。好的好的，会有那种迷熟我的反图。在，可以申请有那种迷熟我的反图吗？谢谢。我感觉我今天晚上可以把这一盘吃掉，因为也没多少。谢谢妮的冰冰送的蹦迪，谢谢。不酸的还好，黄瓜确实是黄瓜的味道。Hello， 晚上好，感觉好脆，对，因为皮很硬，皮又厚又硬的说。
好奇是什么味道，你也可以去买一口，说不定你买到的会比我的好吃，因为我这个真的有点酸。原产地墨西哥，真的吗？但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真的是西瓜吗？西瓜和黄瓜生的吗？这是不被允许的吧。真的和黄瓜味道一样吗？你想象一下，黄瓜和一小点一丢丢那个青柠一起吃的味道，就是这个贝德瓜，不说瓜德，这瓜那感觉还不错哎，对，就是有点酸的黄瓜，不守瓜德这个瓜，吃饭了。今天我跟我朋友原来约了去洗头，这是谁？谢谢透明人送的夜蝶，谢谢谢谢。今天我跟我朋友本来约了要去洗头，然后呢我没有想到现在上海就已经恢复成这么堵的样子了嘛，就是我约了5:30，然后我5点出门，路上显示要40多分钟，但是我们约的5:30嘛，然后他们那边就通知我，我说就是如果我到了可能也做不了了，因为他们后面还有顾客。那当时我已经在高架上开到一半了，然后就临时叫那个师傅掉头，然后我跟我朋友说，我说那你先洗，因为他已经到了，我说那你先洗吧，我说我们下次再约。然后因为在出门之前我妈热情的邀请我一起吃，一起共进晚餐，然后我非常臭屁的拒绝了他，我说 no， 我说我已经是个22岁大姑娘了，我有自己的朋友，我说希望你也去找你的朋友聚会，我说不要成天跟我一起。然后因为我错过了，然后我就在车上我就想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时间点我说也蛮尴尬的，我说如果我自己回去的话那不是会很尴尬吗，然后我就在车上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那好，现在我要开始当舔狗了。我说嗯，拒绝人家的时候有多拽啊，就挽回的时候就有多舔。我说现在我要开始当舔狗了。谢谢花韭菜送的荧光海。然后我就去求我妈带我一个吃完饭。可以带我一个吗？可以带上妮妮吗？然后我就在我妈的催促中很卑微的回家，因为我在高架上嘛，然后又不能马上掉头那种了，然后就非常卑微，就是我妈大概也等了我一会儿，然后呢就她一直在催我，然后我就一直在快马加鞭，最后那个车开到我们家门口，因为有一段特别堵的路，然后她就不动了，然后不动了以后呢我就下车，我自己跑回家，我说哎，到了，别催了，真的就是能屈能伸，做人就是要这样子。但我就是一身要强的女人，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我还是跟我朋友说，我说嗯，当舔狗真爽。晚饭很不错，还可以，但得到的结果就是我跟我妈都很饿很饿，饿得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然后两个人炫了两碗面，然后
吃饱了。喊了吗？Unit 了吗？还没有，等一下打算跟我的队友们一起选。小助理呢？睡着了。买了多少小西瓜？不多呀，就是我微博里发的那一盒，这样一小盒。小助理睡得好早，对，因为他早上起得也早。人家五点多就醒了呢，哪像我们。发了呀，微博。看来有人没有看我的微博。他醒来不闹人吗？闹完。但我听不到 啊！微博没有发小西瓜，不好意思。但是我确实有一张跟小西瓜的合照，但是那张没有戴口罩。其实我今天啊，正常来说应该是有九宫格的。好了好了，误会你了。原来是我自己没有发啊，死密码。不敢发出来啊。人家再怎么也是半个公众人物，被骂怎么办啦？说自己是公众人物会不会有点不要脸？把你满了，我们看小西瓜。毛同学，口罩可以 P，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下次见到康米要跟他说粤语，现在康米只能听得懂粤语，哼，我跟他应该不会有下次见面了。吃的什么？拇指西瓜，小西瓜，带吃瓜。不要再见到 Komi 了，真的有点伤害到我。谢谢浪漫企鹅送的蹦迪，谢谢。Komi 的威力有点大，确实。这语气就像争宠输给 Komi 的感觉，这有什么好争的啊？没有什么好争的，人家不是好胜心这么重的人 ，OK。只不过就是有的生物它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神奇的化学反应，比如说我和 Komi 就真的会过敏的很严重。
来说我应该是不对狗过敏的呀。是一直跟想哭哭不出来哦，真的好难受老师。晚上好呀，晚上好，晚上好。鸳鸯现在只听得懂粤语，还一吗？还没还真的？等他什么时候能学会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再联络，好吧？现在是广东狗，当时还说，当时张信还说要先把 Call Me 送到我们家来的，给他变成一整个上海狗。我都不会说上海话，怎么把他变成上海狗？助理配个助理，这哪里是助理，这是来当童养媳了。我一定好吃好喝的照顾他。可以放手，这叫什么歌，等一下啊。莫菲，这是什么歌，好听吗？找一下。匪，怎么没有匪这个字？匪徒，徒，匪，匪徒，土匪，匪。这首歌嘞叫莫菲吗？谢谢派大兔毛星子送的棒滴，谢谢。Hello， 晚上好，晚上好。找不到你，是在网易云上面的吗？是在网易云上面吗？谢谢斋饭送的荧光海。等等啊，搜一下。假期准备怎么过，有没有什么计划？现在还没啥计划，想出去拍照。大家有什么想看的风格的照片吗？发个抖音啊，我今天尝试拍了，然后失败了。过两天的，好好好，录录录。想看港风，港风感觉拍过了呀。哎，我的网易云为什么打不开嘞？这么费事啊？这是这么费事啊？为什么？可以拍个美人鱼的作品？会不会对我和摄影师的要求有一点点高了呢，家人们？考试旗袍，你那个旗袍真的有点丑，不是我说。
怎么回事呢？刷掉，重来。买身好看的旗袍啊！我穿旗袍真的不好看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去迪士尼拍拍，迪士尼呀、啊，迪士尼，好热哦。可以呀、啊，但过几天我可能要跟朋友出去吃饭，可能也会拍拍，因为我的朋友想我给他拍拍，然后呢，我就顺便化个妆啊，让他也给我拍拍。女孩子就这样子啦，哦，找到了。Vlog， 可是 Vlog 没什么好录的，就录一期吃饭吗？探店，看哪？哎，终于放出来了，我天！探店吗？你们想看探店吗？但其实我本人我有点社恐，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人很多的话，我要是……我要说啥来着？就是，如果人很多的话，我人很多的话，然后要我自己拍自己吃饭，我会有一点就是东张西望，东张西望这种。装教啊，可以啊。开快递，最近没有啥快递。炸厨房，我妈炸了我先。拍衣服也行，可以啊。拍衣服，我最近有好多粉色系的衣服。去非洲，你先去给我探探路呗，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去。这个 BGM 在唱啥？这是刚刚有一个小朋友推荐的，可能是我欣赏不来啊，姐姐真的有点听不懂啊，就是说。我看一下歌词。OK。看看我的每日推荐三十首都给我推荐了啥。第一首叫普通恋爱，一听就很甜，不错。证件很美，就那种白裙子很好看。真的吗？那还有一套照片我没发呢。跳舞，哎，你知道那个吗？我好想跳那个，但是我觉得我的胯会不听我的话，我的胯真的不听我的话。它虽然在我身上，但不一定听我的话，家人们。
지지도 못하는 설레발 근데 이상해 존재 못한 그때 더 설렐 것 좀 그때 평소처럼 또 머물다 가는 순간의 감정일까 아니 혹시 이번엔 다를까 쌓여라 범행 찾아라 我也是个 rapper 小助理到我旁边来睡了要求我摸摸他因为今天我去妈妈家了然后身上就有别的狗的味道然后回来它就在闻我我这么可爱呀哇你这名字很直白看看小助理人家在睡觉因为他有耳螨，所以你在帮他弄。你能不能不要扭来扭去、啊、好面对镜头干什么面对镜头快哎呦快点哎呀别好像有点害羞啊我们助理有点害羞算了拒绝营业他现在还在一直吻我真的会有别的狗的味道吗好喜欢舔的嘴这么肥色因为我吃了东西他闻得到谢谢战友蛋妈送的蹦迪谢谢萝卜在外面有狗了怎么敢等着 call me 呢让我后面睡下是吧还在一直吻我好的翻牌翻牌哎你刚刚不睡觉了吗你继续睡啊他胆子可小了我带他出去遛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上楼嘛我不抱他的他自己走到三楼的那个时候然后呢就是我们邻居开门丢个垃圾然后他以为我要把他送到别人家里去他就死活不走就趴在那里不动你知道吗我说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呢他也不动然后我就拉他然后拉他以后就拉他过了那个三楼的那个门他就像百米冲刺一样他就往上跑而且因为我们家住五楼嘛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一次他就直接错过了五楼他跑到六楼去真的害怕我们在家里吃得太好了哎，我想用小声一点那么多社恐萝卜他其实还好他都不社恐现在小区里可多人认识他了我每次就是因为我里面我带他下去遛我懒得换衣服你知道吗我里面穿的都是睡衣然后外面套一件防晒服我就出去了每次到小区里就都有人认识他就是哎萝卜然后我就对他是萝卜
他现在在下面玩两圈基本上就要自己回家，因为太热了。他可精了，他溜两圈粑粑也拉完就要自己拉着你回家，他认识回家的路的，拉都拉不动都不要再去玩一圈。怎么会不是莫名其妙脸红的人，奇怪。超聪明的，是因为我吃了这个拇指西瓜的关系吗？我现在就是舌根那个地方有一点涩涩酸酸的那种感觉，懂我意思吗？就是靠近后槽牙那个地方。嗯，什么？是瓜皮的原因是吧？你们好奇怪啊！脸红，你好奇怪、啊、我真的不会因为这种奇怪的事情脸红啊。先躺下了，就是屁股不是什么屁股，肚子朝上。我没有非常健康的肤色，哪里有红啊？你们好奇怪哦，不要说一些怪话。别说怪话。期末考试作业可以发出来看看，不行。但是据说我的期末考试作业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如果大家对我的考试有兴趣的话，可以等我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来看我的戏。可以来看的，上戏都是可以买票的。今年不就大三吗？开学的话，下午那红茶味道怎么样？没有买，好贵哦，13.8还是9啊？好昂贵，有一点，拍了一张咱就走了，白嫖一张。什么叫你都大三了？我真的很想毕业。下面给你喊call，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文化就有点融入不进去了。
个文化就是说这个文化冲击会对上戏的老师非常大哦，就是怕把他们冲击到，就是直接就是谁粉丝啊，孙珍妮粉丝是吧，孙珍妮过来，就非常非常紧张。你们再结合一下我怕老师的习性，我到他面前可能就是真的会就是死命吗噻，我的问题。祝你真长的好了好了，不必现在就是思考这么久远的事情好吗，因为大戏可能要到大四才有，还有一年的时间准备呢各位。后面有机会上公演吗？在的在的，七月份的公演都在，那不喊抠只要大闪。如见家人们啊，有大婶的地方大家就是我的家人 OK 吗？珍妮的应援色是啥？是金色。虽然就是对，虽然可以说是黄色，但是咱就是说是金色。西河金，哇这太高级了。是新戏吗？最近都没有哎，感觉我好像被遗忘了。最近开机的都不多，确实，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空闲时间，所以我只要就是空闲时间一长的话，我就会很紧张，就是我感觉，而且我是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些什么悲观念头的人，但是我自我调节又非常快，对，就只要有一些能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觉得啊，人生又好起来了。就是我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啊，不行，我的人生好灰暗，我看不到头了。然后如果就是这时候突然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是让我很开心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开心，这样的心态就很好。确实很多人夸过我的心态呢，也是一个我为数不多可以炫耀的地方了，我心态很好。别闲下来就去做点自己平常做不了的事情，会减少很多焦虑哦。好的好的呢。MBTI 的人格是哪个呀？我好像测过，我还付了钱看的呢，但我忘记了，那太长了。
的 Web Porsche Web Porsche 当你坐进我的 Web Porsche Web Porsche 靠得很近但是没有对话是热的快要融化你可以说几个种类就是你要跟我说中文他不是有什么什么建筑师什么玩意儿的就四个字母哎，但他拼凑不一样嘛 ENFP 是什么中文是什么是建筑师吗我记得我好像是建筑师还是不知道是我忘记了你是 E 还是 I 我真的忘了我今天再去测一下因为我付了钱的呀你们到底在讨论一些什么我真的很容易漏掉上面那个点就是你们在交流的时候我真的容易看成是一肯定是一付钱了对因为他真的要做很多道题然后做很多道题完了以后就你都做都做完了然后我花了那么久时间我做完了我还认真思考了我就因为这些钱然后我就不看了吗我肯定得看到啊我从来不相信那种心理学的解释是吗但是这是测试性格的有免费的呀有吗为什么要付钱他就是你题做完就要求你付钱了吗真的吗你要私信发给我吗可以啊我今天给萝卜买了一个冲脚器你们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像就是洗拖把的那种东西一样的然后就是每次带它遛完上来就可以把它的脚伸进去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滚轮就刷刷刷刷刷然后你要再放点水它说就会干净一点有人用过吗擦鞋机萝卜怕水吗干什么准确来说应该是不怕的吧拇指西瓜好吃吗你刚刚吃的时候有事情离开了还可以不难吃就是说吃多了那个瓜皮会让你的舌根有点涩涩的有点涩可以但不推荐确实不是你们别说怪话你们别说怪话呀入个镜吗入个镜吗来说姨姨们好姨姨们好他的脚爪子现在真的好粗糙嗨姨姨们好来打招呼打招呼哎呀打招呼哎呦喜欢亲亲啊是个舔狗确实会不会过敏不会哎就是我对正常的狗都不过敏不知道康敏是怎么回事我
我播到十点啊，我就走了啦。我过两天会给大家直播的，因为期末考完啦，然后有机会化妆啦，有机会化妆，有机会出门玩的啦，然后就是化妆的话就会给大家直播，好吗？因为过两天可能要陪我朋友去探店。啊，不是，是我如果去探店的话，我朋友的话可能要让我帮他拍点照照。抖音能长更吗，宝贝？好的，因为最近不知道要拍什么音乐，感觉最近的音乐是不是有点音乐荒啊，就有点不知道要拍什么音乐。探个啥店？就是那种看起来比较好看的店，但是我觉得吃的东西就口齿保留意见。因为我真觉得有的东西就是它虽然装扮的很好看，但是就不一定好吃了。我个人还是比较要求好吃的啊。记得我的问题。陆家嘴那边是不是好吃的很多？我真的是个假上海人，我现在都搞不太清陆家嘴在哪里。陆家嘴和南京路是在一起的吗？自助餐，自助餐吃不回本啊，没什么好吃的呀。我去吃自助餐店的老板都笑死了，他就希望每个顾客都是像我这种人。看你微博发的照片，膝盖受伤了吗？啊，这个是以前留下来的老疤了，呵呵，一直都有，因为之前摔了两次啊，都是在一条腿的膝盖上。但我买来那个除疤的，我想试试，不知道有没有用。不在一起，我真的对上海不是很了解。我朋友如果来上海让我带他们在上海玩的话，我都一头雾水。妮子吃过苕皮吗？好像吃过一次，烤苕皮是吗？我只知道里面好像可以夹很多东西，对吧？我先少涂一点，先试试看。明天也会有微博卖宝，明天周几啊？哎，我们约的是周末出去玩。如果是周末的话，那有可能明天也会有微博吧。我去问一下他，我说约的是几号要出去。我真的好羡慕我的朋友，因为他好像打算准备做一个就是那种博主吧，还是算网红啊。微博现在是不是要有 KPI 啊？没有啊，没有吧。为什么会羡慕？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他好像是做了很多功课和准备，然后好像准备走这一条路。对，然后他家里人也很支持他，月入百万的那种嘛。啊，不知道，人家是刚开始准备啦。很社牛吗？没有啊，就但也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子。周围全是美女，是的呢，我周围真的都是美女。我还有一个朋友刚拍完那个《上错花轿嫁对郎》，他也真的超好看，他眼睛超大个的，
到时候如果他的戏播了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叫白冰可，真的是个美女啊，是睡我对床的美女。只看你的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呢，我的戏。演谁？有没有几个名字给我做选择啊？啊，杜冰燕，对对对对对。我感觉他们那个戏的造型好好看啊，想看小翩然，明年吧。有长月烬明好看吗？就是说题材不一样啦。孙珍妮好看吗？不知道哎。咱们小唐小山苏浅浅来。